这就是流动的 MIUI V5。 联系人和应用市场界面列表的切换，工程师们把流动的效果应用在了 MIUI V5 的各个细节上。有音乐背景界面的顺滑流动，甚至是细小的音量调节图标都优化得极致完美。播放音乐时，列表专辑画面歌词更是被完美的整合在一起。相机拍摄照片流畅的切换，图库的动画也得到了完美优化，在你点击一个相册时会展现类似开花的效果。进入一个有很多图片的目录，上下滑动，图片哗哗哗的飞快滚动，在移动图标后松手，图标闪动的效果。拖动一个图标扔到底部垃圾桶，松手后图标滋溜一下滑到左上角的动画效果，以及删除应用时的过渡效果。这个流动的 MIUI V5 你是否会心动呢？更多60秒小米秀，欢迎访问小米社区小米.cn。